现在是下午的5:10，我已经下班回家，在家待了一会儿了。我要先去健身房，去完之后呢，今天晚上7点要去参加一个，哎呀，他们这里有一个滑雪的一个课程，不知道去看一下，因为他到7点钟，一般我健身回来一般都要6-7点钟，所以今天先早一点去健身。6:09，我应该是7点到那里，所以去 Riverdale 吃 In-N-Out 吧，好久没吃了，去吃个汉堡，然后去找他们 ski 滑雪。可以在室内滑吗？先去再说吧。练习滑板比我想的酷好多，后面是板子，等一下要站上去然后拽这个。Yeah! Got it, nice! Yeah! Yeah, look at that.